让带领我们这么一班孩子第二班训练一个作息，然后有 好的习惯让他们有细心的心能够照料自己，能够帮助别人像训练整天的时间实在是很好的运用所以教场孩子们让他们的心智上能够成熟也能够懂事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下午训练和人的训练给我们好的天气让他们也能够借着这样的午餐休息然后达到了休息的效果感谢您仰望在您面前带领我们感谢您主是赞美您阿门阿门